哎，今儿做啥饭吃啊？烙饼吃，烙饼炒鸡蛋，吃完了都滚蛋，让你。哎呦我天儿！那这封村一个多月，在家待着腻腾吗？他咋不腻腾啊？这跟小轮那个套碾子似的呀，总得在家转呢。这丸子这儿有闲事的，在外头想干啥都干啥。这横你横出不去呀，狗熊耍扁子，这一套活了，跑一吃都是水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又来我奶奶家蹭饭吃来了。你说这人呐，真是待着吧嫌腻的疼，干活吧嫌累的疼。要我瞅着呀，还是腻的疼好，待着舒心。那是，开始吃饭，瞧瞧我奶做这桌菜，香椿芽炒鸡蛋，炒菜花，炸春卷儿，还有生菜。烙大饼，我奶就喝点儿。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。你说他们那个种鸭，他们都咋种啊？是那个刨个壳种出来的吧？有个跟小窝根似的，往上一拧。啊，一肉还拧螺丝，那还不疼？您以为咋种啊？要不是焊锡瓷上啊？那他们拿嘴喝，吃鸭子甭吃啥了。我给您也弄两个吧，其实。哎呀，来了吧！真的。你看你种棒子刨棵种的哈，你要是种鸭呀，我还够呛。也吃饱了，也喝足了，我得查查账了。当媒人当有半拉月了，这人家都说打卡上，回来说打你卡上了。那都是始终我也没看一分钱，那都给我打哪去了？丢不了啊！那我得今儿得打账，得算清了啊！猫咬死鱼吧，闹个虚欢去，你得钱了，我白说了。我给你瞅瞅，丢不了啊，都在这儿呢，724.94块，但是这里边还有我80呢。洗进不洗出了，给你打上都是你的了，是咋着？到时候我给你转账啊！啥时候啊？那都半个月了。买家这总买这半个月没少挣，挣600多块钱呢，哈！其实三岁的老太太，要不我干啥去呀？这我挣2毛，都弄个瓶酒喝呀。这家这封村期间，您还有这门手艺，还能在家创业呢，哈！还挣点儿，可以，不赖。这个都是赶上巧劲儿了，这大岁数也没啥能耐，哎，挣点都挣点，挣不着都拉倒了。南庙跟你混吧。哎呀，还跟我混？你可别跟我混，你比乌鸦还黑呢。我挣毛打钱你都那的，我啥也我摸不着，我可不干呐。明儿给您啊。那都是明儿个，哪天都得有明儿个，那都干脆干。金六给我，我没那个喝酒喝多了，我也没老的，我也认的票呢。